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能量疗愈师鱼鱼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佩戴口罩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常常口罩拿下来就找不到它了？伊莎听到你的心声喽。我们推出了多用途的口罩链，来看看它有什么用法吧。第一种当然就是口罩链喽，只要将它挂在你口罩两旁的松紧带上，就像项链一样戴起来即可完成。第二种耳机链主要是要防止耳机不见，使用方法很简单，需要用到我们附赠的八字扣，只要将一端勾在我们的链子上，另外一端套上我们的耳机，这样就完成咯。第三种眼镜链主要是要防止眼镜掉落，使用方法跟上一个一样，只要将一端扣在你的链子上，另外一端扣在你的眼镜末端，这样就完成咯。看完以上介绍，你是不是觉得它超级好用呢？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赶快来入手一条吧。当然你如果想到更多的用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。我是能量疗愈师鱼鱼，我们下次再见。